中国等来的。对对对，我是抱着我从这个好的方面想了哈，是同仁，立法院同仁有的想念我，要回来一下。大使，包含上一次的这个渔船这件事情，日方到现在还是不接受我们的抗议吗？对，对他们，我们有抗议，那其实他们也有抗议，他们也抗议，我们也不接受。那这个僵局怎么解呢？有解方吗？所以后来就会议去慢慢解决嘛，这个东西要透过会议，好不好？所以是说之后我们的渔船是已经，如果还要到那边去捕鱼的话，怎么办？还是说我们以后就再也不能再过去了？在协议的海域里面是没有问题，但是还是要报备。哦，我们有协议海域嘛，那这是没有问题的，就协议可以捕鱼的，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协议范围以外，就比较有风险，好像这次我们海军是要去护渔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透过一次一次的协议，可能会扩大范围，会扩大。好，那如果说没有完全没有协议，我们的经济海域是到冲绳，那他们的经济海域到云林县，这不可能嘛？所以一定要协议，200海里。但是这一次的事情哦，因为不是在我们协议的海域里面，所以争议的情况看起来目前是完全没有办法解决，就是我们各说各话这样子嘛。通常有争议都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内部有当然有沟通了。